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芷乔，今天给大家录一款神曲，叫做《我想找个小对象》。喜欢的宝贝记得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、弹幕哟。然后呢，公屏回复666。队员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喜欢摇人吗？跳！我想找个小对象呢，长得必须要有样，还要会喊那说唱呢，丑的不要那么胖，要陪我充 YYB， 还要陪我打游戏。喜欢的宝宝记得帮我点赞、弹幕、转发一下哈，然后呢，记得关注一下我的快手号4686405，新浪微博沈阳妞芷乔哟，三朋友么么哒。